我这盒，太自动了。哎，我超想要用这个的，不然我们等下晚点再来搭。好啊。哦，爷爷奶奶是你买的，我想说为什么我们结账会有爷爷奶？不是，不是，我们没有准备午餐啊。我跟你说，太难了，你饿了？我们没有准备午餐，那就是晚餐。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怎么那么多狗脚印啊？是猫吧？狗脚印不会那么小吧？小狗。你妈妈吗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脚印啊？很可爱。野生动物吧？食物之类的。就那些都是鸡的脚印。鸡脚印最好长那样。它的脚肿起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觉得好像，我这是很肥的鸡，甜不辣鸡。 伸缩的，哦，原来它是伸缩的。 那可以，那有两只，咦，还湿湿的，感觉就很臭。你这样拍得到吗？Start，现在应该背光。我要运镜，等下我要运。你那一直运，你看一镜到底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样，那是迷片的拍法，迷片不都在，然后那边漏了。中三小。不是吗？ 水不会先掉了，加点太白粉，<笑>水就一直化开了，好不好？他干你娘！<笑>我表弟五岁生日的时候，我要跟我送他一点装饰。我不要这个线，我不要那个线吗？我表弟已经15岁了。那我先包。虾壳就可以掉了。你会吃壳是不是？虾壳啦。你都不吃壳，你要叫鱼吃壳？ 就像那个赖芳婷拿辣椒水喷，很爽。那个植物啊，然后不让挂，那你就像他说干你妈会对你的晚餐喷辣椒水。有吗？ 就把它架起来了吧？哎，我去三层店那么多次，还要没有一次这个是我自己动过。就这样子打好。地图最下面3到4层，4根才为1层。哎，有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太小了吧？不会啊，你要多大？哦，好。你要整个这里都烧掉是不是？ 可以插中间了，可以吧？可是你中间不是要放那个碳？哎，干！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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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好吃吗？就是有香没有咸。我要送你月光，我好想念。今天的心把世界留给。其实韩信是韩信，就是海标签在点。我跟你讲，他超常少给东西。你拿去给你也沾那个奶油味。不用吧。你买下来。对啊，不然你不然你这个蛋酱很浪费。看到我刚刚煎培根都还没有这样子哦，我都每个一滴一滴这样。啊切。可以煎，可以翻了，翻下面会很。你要甩哦，要修。我说说，我要甩。这边是。凉皮。所以其实我们去找那，你会单手打蛋吗？会啊，现在蛋鸡我每天都要去练习。我就在那边蛋鸡蛋一直打蛋，超智障。然后蛋那个蛋打完就丢掉。为什么？这可爱。你会单手打蛋吗？会啊。嗯。好，三二一。你那么快，我没加那么快。被完胜。那我先加两颗蛋子。你要卡掉了吧？哎、欸，他那个做过了。哎呀。你没有看那个 FB 的那个大陆看片吗？大陆不是都看吗？组那个怎么说？哎，教练老超，老超调底射。哎，悟出，悟出，他不会酸，他不酸，香啊。对啊。讲个话。俊凯有血栓。俊凯的。俊凯有血栓。让我们来看看香妮在干嘛吧。贤伟在干嘛呢？俊凯脑血栓。干你你。我们来看看佩仪在干嘛吧。You are a garbage. 佩仪。请问现在在干嘛？阿妈抽他。What can I for you do? 我们来看林佩仪的耳朵。风之谷的耳环。哎、欸，干！我好像印象了，被你这么一说，啊，这个也不用这样拆吧。这是一袋垃圾。You have thrombosis, OK？ 听阿伯，准备起了刘海，看得到对面的东西。那我们来看看雨凡吧。雨凡在洗东西。洗好了，耶、yeah。牙线棒是秋 bro 指定要的秋 bro 牙线棒，不要假装你有做事好吗？真的在装猛哎、欸！我把我的外号塞。是不是不要动？看你不要在那边透过人家的刘海在那边拍。没拉手刹车、啊，你没拉手刹车、啊，邱俊凯。干嘛拉手刹车？平地拉屁手刹车哦。邱俊凯都不拉、啊。平地干嘛拉手刹车？为什么不拉手刹车？就动，你动一下我就会怕，所以我都会拉。平地又没差，打P档就不会动，好不好？大惊小怪。怎样？